随便吃点。有豆腐脑吗？豆腐脑没有，这当家。豆浆、油条没上，包子、饺子、鸡蛋、鸡蛋。吃完早饭我们就去乐山了。马上来搞的。对啊，对。哦，对。我有点馋了。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进。来。进来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？走吧。开玩笑。啊，你今天穿红色衣服特别适合在这个地方拍照。是。红红绿绿的。这车子多少钱？八十。八十。八十。叔叔还是挺能爬的。他气功了。岷江、凌云江，还有一个什么江？三江汇合处。完了，我刚才刚念完百度百科就忘了。汉江嘛。好累啊，我已经爬不动了。我们还要爬好多山，沿途走过来好多字儿。人类的文明不就是始于墙上的文字吗？看他的肚子多像你，你在自拍吗？怎么可能？哎，别上！也得跟着上，摄像师也得，摄影师也得跟着上。拍了一张就拍了一张，然后说好，互换了拍照。我做人怎么旁边有三个人嘛？你他不愿意拍了。哦呀，他把你急的，烦的很，急死了。我把你和你叫到一块儿。哦，我们终于上来了，迫不及防的大佛就在眼前，我以为有多壮观，看到了他的眉毛。我要学一下乐山大佛的仿妆，而且还是个单眼皮的。眉心一点痣，眉毛是柳叶弯眉，山根部饱满。我给你和乐山大佛的侧面来一个合影吧。那个往前，它是个地包天，对。肤色我也很喜欢，粉调的，但它有点草莓鼻耶。它适合留长发吗？可以留啊，当然。但是它这个发质留起来会比较痛苦，发际会越长，将来留长了也是个爆炸头。对，咋样？你觉得南大佛是挺大的，蛮大的，但是值得来吗？来，肯定可以来看。但是这个80块钱就有点不太值得，我觉得合理门票应该在40块钱以下，只适合在这儿拍两张照片。现在我们排队去那个佛脚转一圈，得下去再上来，等于是再重新爬一遍。我爸就放弃了啊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仨，要不然这80块花的太不值得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对啊，这个无人机。憋屈不憋屈？你就这样拍近点当你的。好，这就是我的。航拍。下行，然后绕到佛脚处。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近距离观看大佛，抓着那个绳，这位已经不行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啊！怎么这样啊？我一会儿还得上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想蹲着。这也太可怕了吧！你看里面吧，你不要看右边。哎呦我操！回去！哎呦，我的越来越窄了，哥哥！走走走！这下就下去了，下去了！靠，这都是海！海不平！哎呦，这不是三号，不行！谢谢，哎呀！
去峨眉了，我峨眉我就在楼山脚下住着吧，我不爬了。哎呦我的天，还没下来。就下来了。我好忙啊。哎呦。我上的时候怎么办啊？上的时候上呗。爬还能咋上啊？有没有人接呀？哎。我峨眉是不会上去的，打死都不上。在这儿应该就是乐山大佛了。走，上。这有几层楼高呢？下面好多人，我上的时候不是很害怕。他现在找不着我吗？终于找着了，我们在这里看了你好半天。这韩国之行弄坏了我的这个相机盖以后，这就把我的 GoPro 给摔了。你是凶手？我不是，你刚才眼瞎看错了。天有如此厚颜无耻的事，无可救药，也无药可救，病入膏肓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岂有此理！蛮不讲理，坑蒙拐骗，胡说八道，满口胡言，臭不要脸，妈了个屁！哔哔哔哔哔，说的话要被禁掉的那种。哔，你就是404。两个半小时，两个小时其实是够了，怎么样，值不值得，划不划来？我觉得不划算，太贵了，要30块钱。我们被堵路上了。我们终于到了，感觉是乐山的美食一条街。这个你是看图的煎饼，蒸肥肠、血旺，还有我们的饼、翘脚牛肉，这个是比那个好吃。对啊，这个看着就不一样。其实也这价格不一样是吧？甜皮鸭总共42。现在吃了翘脚牛肉，买了甜皮鸭，满足了。我们就直接杀到峨眉山脚下，去找灭绝师太，决一死战。今天晚上先入住到山脚下的黄湾小镇。请你拿出来再说吧。对，有行李。这附近的民宿简直太多了，就让停这儿。黄湾小镇。停这儿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比如说今天的话，高有涨到就是，我感觉，二十听完这个可以投资一套这边的房子。好热情。太热情了。那个老板说，年轻人一般都不给他们住这套房子，因为有一个智能的灯。怎么个智能法？你看，你摸，触摸一下，关了，你再摸一下，对，关开。这啥智能？这个条件。弟子规。这个号。你看这多宽敞。淡季来，人少到有点凄凉，一点游客的感觉都没有。来个水上的凌波微步，快蹭蹭蹭蹭蹭蹭，小心跳啊！都厉害，就我不敢过。我要是连这个都不敢过，那我就太弱了。热闹的时候肯定就是很多人，然后夏天很多人在这里外面吃饭。以前老是吐槽，哎呀，游客那个旅游的时候人太多，现在好怀念人多啊！这种荒凉的只有4个人的旅游，真是。你就像个邪恶的巫婆，要把人家的应变能力和运动，你这对人家从小造成了深深的阴影。我长得又不好，害怕。你跟他动作，你那表情